水仙不开花，你算哪根葱？你算哪根葱？对了，你怎么了？九只鸡生九个鸡蛋用几天？三天。恭喜小九，他数学特别好。前一段时间我跟我闺女猜了一个脑筋急转弯，然后她猜到了，我觉得还挺神奇的，一头猪卖100块钱，两头猪卖10000块钱，为什么？一头猪卖100块钱，给点提示。答案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把这个 eliminate the impossible， 把连排除所有。The impossible whatever remains however improbable。多不可思议，信息来的都是事实。Must be true。哦，因为他愿意，因为他愿意。嗯？他愿意。何老师你怎么了？何老师这种答案你也说得出来？卖一百，卖一万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愿意。你想想啊，只有小，我觉得只有小孩的思维能参上来。我就问他，一头猪卖100，两头猪卖10000，为什么？然后他想了想，他说：“爸爸，两个头的猪很稀少。”哦，好厉害！是不是小孩思维？他真的有两头猪，前两天看视频，真的吗？就是有10种两头的东西，什么两头的乌龟，然后两头的羊，两个头的鸟，两个头的鸟，那怎么飞啊？它朝哪边飞啊？比如咱俩是一个鸟，我往这边，那是不是就停那儿了？我就知道这种话题一旦聊到奇怪的地方，就会一直聊，因为它会很有趣。来吧，我们下游戏开始吧。OK， 来，我们第一题，语文题来了啊，这是量词填空，两人轮流回答同一道题，直到有一人回答不上来。那个大勋和小月月，好，一什么人？一个人，可以，一车人，一车人，一船人，可以，一屋人，一圈人，一地人。叫一票人，一票人，一票人，行。好，五、四，一群人，一伙人。月哥，月哥，对，一楼人，一堆人。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一组人，一队人。好。月哥，五，一排人，漂亮，一般人，哎，一般人怎么了？一般人不算是，我是一般，一个班级，可以，一语双关，真亮啊，你可真棒啊，一笑人，一桌人，一树人。树上都是人，这不行，不行不行，这何老师都说不行，不行。那这题就大勋赢了，大勋赢。好，来，我们下一题啊，也是一个语文题，红红，歇后语填空啊，水仙不开花，你算哪根葱？两个字，装蒜。哎，对了。嗯，你算哪根葱？对了，你怎么了？何老师，你刚才是不是水仙不开花？其实我脑子里面想的就是装蒜，但是我就是想不起来咋说了。他们也加一分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加一分，这么快？好，我们下一题啊。吸血鬼喜欢吃辣的吗？不喜欢，他喜欢吸不辣的。好，恭喜。岳云鹏洗澡的房间。跃跃欲试，恭喜！哇，脸色不太好看啊，朋友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老看这个包包啊，老有人艾特我。来，下一题，小九，晚上我们不用吃饭了。下一题我来问。好，来，
郭麒麟要爬上6米高的大树，可是每次他爬3米，他又掉下去2米。郭麒麟第几次才能爬到树顶？四次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Cool。 哇，哥好厉害呀！哇塞，大勋哥永远的神。爬6次吧，5次，4次，我都四次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三只鸡生3个鸡蛋用3天，问，9只鸡生9个鸡蛋用几天？3天，恭喜，对，3天，小九，他数学特别好，平局，漂亮。来，我们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道题吧，来吧。我觉得这样好了，最后一题我们加个码，谁赢了，我们的大厨磊子归谁。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两队一起加油哈。最后一题，代表颜色的绿油油这种 A B B 式的词语接龙。那我们还是让小月月跟大勋来。可以。红扑扑，蓝弯弯，粉嘟嘟。你们为什么说的都是这么少见？绿油油，黄澄澄，黑乎乎，白兮兮。等一下，白兮兮可以，白兮兮，白兮兮可以，肌肤白兮兮啊？怎么了？我白兮兮，只有肌肤白皙，没有白兮兮。肌肤白兮兮，行，算你过。来，紫莹莹，天蓝蓝行吗？天蓝蓝，不行，蓝色颜色要放前面，蓝天天。还有什么颜色啊？赤橙黄绿青蓝紫，美滋滋啊，不是美滋，你怎么在旁边给我捣乱了？你怎么来？加油加油，取个五，一点缺漏。四，哥哥我信你，加油哥。2，青油油，跟绿油油有什么关？白油油。要脸不要脸？白悠悠啊，白的就是眼睛悠悠啊，你那白也能悠悠啊？我就不信没人治得了你。蓝悠悠，那不悠悠不悠悠了，对不对？白闪闪，闪闪白，白的闪啊，白闪闪可以，白闪闪白的发闪，红嘟嘟可以，红嘟嘟的脸蛋。红嘟嘟的嘴唇，说粉嘟嘟了，刚才说了粉，那不行。高原红，红嘟嘟的脸蛋。哥，你看我黑嘟嘟的脸蛋。黑嘟嘟，看我黑嘟嘟的硬糖。什么玩意儿？银闪闪，银闪闪，黄晶晶，黄晶晶，黄晶晶，是你同学吗？是你同学吗？晶晶就是很晶晶剔透，黄的是你同学啊？黄晶，那黑晶晶，我黑色的也能晶晶啊？绿黄黄，绿的黄的你难受是吗？金灿灿，金灿灿，哦，漂亮，好，5 4 3 2 1，恭喜大勋哥！耶，哇，好棒！